各位同学，接着看下面的第九颂，一切佛智功德力，种种大法皆成满，一诸三昧方便门，是即往昔菩提恨。这一首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给我们讲的是果德已满，不舍因门啊，文字不多，这个意思无尽的 啊我们应当要学习。一切佛智功德力，种种大法皆成满，成是成就，满是圆满，种种是指事出世间一切法，大圆满没有一样不圆满的，我们平常讲的尽善尽美啊，就是这个意思啊。尽善尽美是我们一般人心中啊所希求的，但是求不到 啊所以谚语常讲啊，不如意事常八九啊！啊，换一句话说，人生在世，不如意的事情啊，要占十之八九啊。那么换一句话说，能够称心如意呀，只有十分之一二了。在今天的社会，十分之一二恐怕都没有了啊！人生在世可以说尽是不如意事啊，称心如意一桩都没有啊，这怎么得了啊？为什么会变成这个现象？这个称心如意的因缘没有啊，因缘是什么呢？是佛的智力德力啊，智力是缘呐，德力是因呐。你没有智慧，没有德行，哪里来的称心如意呢？我们哪一个人不希望啊，这一生当中啊，事事都能如意啊？这一种祈求愿望，可以说不分国家界限啊，中国人有这种祈求，外国人也有。啊，佛教徒有这个需求，啊，基督教其他宗教徒也有这个需求，不分宗教啊，不分种族啊，啊，乃至于不分九法界啊，啊，人有这个需求，畜生也有这个需求啊。我有这个需求啊，你再仔细观察，植物也有这个需求啊。这是十法界
一切众生共同的一个愿望。佛知道，菩萨知道，你的愿求无可厚非呀。要怎样才能求到呢？佛家常讲的佛事门中有求必应。为什么佛事门中有求必应？因为佛事门中具足尘满的因，尘满的缘，所以他能成就能圆满的。道理在此地啊！如果我们把因跟缘疏忽了，只求果报，决定没有这个道理的。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啊！我不种瓜也不得豆，我希望得瓜，希望得豆，哪有这个道理呢？这不可能的事情吗？因跟缘讲得最清楚、最明白、最圆满的，在佛法里头啊。所以学佛的目的在哪里？目的在离苦得乐，目的在有求必应，目的在自在如意。我们中国人常讲啊，吉祥如意啊。学佛真正的目的在此地。你要是真搞清楚搞明白了，你去想想佛法我们要不要学啊？我们要不学，这些愿求全部都落空了菩萨这个偈颂里头说得好啊，一切佛智功德力是双关语啊，一切佛智力，一切佛功德力啊，这一句我们撤开了这么一念呢，意思就清楚了啊，一切佛智力，一切佛功德力，事出世间一切法，没有不成就的，没有不圆满的啊。我们今天希望事出世间一切法在我们身上，在我们手上成就圆满，那应该怎么办呢？我们要学一切佛的智力，一切佛的德力。最近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先生提倡以德治国，这个就是种种大法界成满的原因呐！这是因呐！
果然能够落实道德，一切法的成就圆满，自然就落实。啊，那这个这一句就非常重要了。什么是佛智？什么是佛功德？啊，佛的智是自信，本具圆满的般若智慧。我这个说法，许多同学听不懂啊！啊，什么叫自信本具般若智慧啊？这里的佛学名词啊，但是这句话是真话啊。我们换一句话说，一切佛的智慧是我们一切众生本来都具足的、都有的。佛在这个经上出现品，出现品在后面。佛说，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德相。一切众生皆有啊，我有啊，你也有啊。这个智慧德相是圆满的啊，可是现在呢，佛有，我没有了，你也没有了，这什么原因呢？佛把这个原因呢业余道破，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我们明白了啊，我们自己的如来智慧德相为什么会失掉了，会没有了？原因就是我们起了妄想分别执着。妄想分别执着，在佛家叫做业障啊，啊，把你的自信本有的智慧德相障碍住了。啊，那么我们要想得一切佛的智慧，没有别的，把这个障碍除掉。智慧德相啊，就现前了，没有别的呀。啊，设法一切诸佛如来修学，如此而已呀。啊，就这么简单呢。啊，一点都不复杂，都不麻烦。智慧不是学得来的，本有的，除掉障碍就放光明。啊，像我们这个房间里面灯光一样啊，本来是明亮的，啊，你要用个东西把它盖住，盖得密密严严的，啊，光一点都透不出来。它里头还是明亮的 啊，佛就是这个意思告诉我们啊，只要把你这些障碍拿掉，不就大放光明了吗？啊，光明不是得来的，不是心得来的
是本有的，能力也是本有的，相好也是本有的。唯心所现，真心本性现的相都是圆满的。由此可知，觉悟的人，佛菩萨，迷惑颠倒的人，我们跟佛菩萨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人家觉悟，我们不觉，就差别在此地啊。现在觉悟的人很慈悲啊，先觉觉后觉啊，先觉悟的人啊，他来帮助我们呢 啊这后觉悟的人啊，我们觉悟了之后啊，又要帮助还没有觉悟的人。辗转的协助，辗转的教导，这是佛法。辗转教学当中，我们要效法佛陀，佛教我们没有一丝毫附带条件啊，一个附带条件都没有啊！佛不收我们的学费啊，不要我们供养，不要任何报酬啊。名闻利养他通通都不沾啊！可是我们对佛呢，还是恭敬供养，表我们一点感恩的心呢，不是他要啊！他要是有心提出条件来，他迷了，他堕落了啊，他从觉那里堕落变成迷了，从圣掉下来变成凡夫了。他只要有一丝毫啊有求的念头，他就错了啊。我们做学生的人是为了感恩，应当恭敬供养啊！佛不在世了，我们还要雕个像啊，把它供在大殿里面啊，每一天还要去礼拜啊，像真人活在世间一样啊。这个是表达我们感恩戴德之情意呀。是这么个意思啊，不是他要求的 啊这一点很重要啊。我们教化一切众生，也不能有丝毫的意念祈求众生呢对我有什么好处我要有这一念，我就没有学佛了。我要跟佛教我一样啊，一无所求啊，什么条件都没有啊。完全的付出，没有一丝毫求回报的念头。这个心才得清净，才得大自在。
啊，如果有求回报的念头，你就不自在了。那你学佛就学错了。老师在世给我们做的示范呢、明文利养，五欲六尘，一丝一毫都不沾染，只是一颗纯真清净的慈悲心，帮助众生破迷开悟，帮助众生离苦得乐，不附带任何条件，这样的善知识到哪里去找啊？佛门里面去找。夫子门中去找，孔夫子亦复如是啊。自己的物质生活安贫乐道啊，所以障碍我们智慧的根本是什么呢？是自私自利，这一点诸位不能不清楚啊！只要有一点点私心，我们自信本具圆满的般若智慧就不能现前啊！这一桩事情，从前李老师常讲啊。他用比喻说像这个碗，碗里盛着鹈鹕用鹈鹕来做比喻最好的饮料这个里头不能掺一点点毒药丝毫都不能掺，掺丝毫毒药全部都变成毒药了那个丝毫毒药是什么呢？自私自利我们学佛，你要想功夫得力，首先要把自私自利的念头断掉起心动念为整个社会着想为整个世界着想，为一切众生着想，这是大乘法教学秘诀你们学佛的同学都晓得要开智慧必须破烦恼障，破所知障这个方法是最巧妙的方法，把我执、法执自自然然就断掉了，不知不觉的断掉了，法子妙日常生活当中起心动念的想整个社会想全世界，想一切众生，绝对不要想自己，佛跟众生一念之差了这就叫从根本修就把这个念头转过来，把自私自利的念头转变成大公无私
我爱自己的国家，我也爱别人的国家。我爱我这个地球，我也爱所有的星球。宇宙才有和平啊，宇宙才有安定呐！如果人只为自己，现在这个国际之间为什么会冲突？为什么不安定？主要原因，我爱我的国家。我不爱那个国家，我爱我的国家，他爱他的国家，我们就要有冲突了。原因在此地啊！如果说我爱我的国家，我同样爱别人的国家，这和平了，冲突没有了。他爱他的国家，他也爱我的国家。所以宗教教育我今天讲的是宗教教育我在全世界团结许许多多的宗教以什么理论呢？就是以仁慈博爱，这是智慧，这是德行啊！仁慈博爱，仁有我有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慈是慈悲，慈悲跟这个爱形象上是一样的。根源上不一样。慈悲是依智慧。我们讲理智。一般人这个爱啊是依感情。那么换一句话说。智慧的爱，理智的爱，就叫慈悲。凡是感情的，这称之为爱。所以爱会变，慈悲不会变。它有智慧，它有理性。仁慈博爱是所有宗教教学的中心理念呢。你看佛家不是常讲吗？慈悲为本，方便为门。爱的教育基督教、天主教。神爱世人伊斯兰教我们在古兰经上看到的每一个大段经文前面一定冠上一句安娜确实是仁慈的安娜是他们称上帝上帝确实是仁慈的所以说所有宗教教学的中心都是仁慈博爱我们要把仁慈博爱落实做圣人的学生中国古人所说的
做圣之徒，啊，徒就是学生，徒弟就是学生，啊，做圣人的徒弟，做圣人的学生，要怎么做呢？仁慈博爱，啊，一个仁慈博爱的人，他怎么会伤害社会？怎么会伤害众生？蚊虫蚂蚁都不忍心伤害啊！啊，都会爱护他了，都会帮助他了，何况是人物？啊，这个是世间所谓真善美慧的教学。我们不能够离开啊，不能够把它舍弃啊，舍弃了世间哪有不乱的道理。啊，什么是道？一切顺乎自然的是道啊，违背自然的道就没有了，道就失掉了啊。在佛法里面讲呢，随顺自性，随顺性德的，这是大道。违背性德，违背自性的，那叫造孽啊。啊，那我们要问，什么叫自性？啊，什么叫自然？春夏秋冬，这是自然的。你看看植物，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啊，顺乎自然。道啊，我们的生活也要顺乎自然啊。啊，现在的人起了个妄想，什么妄想呢？人定胜天啊！我要改造大自然啊！好了，你要一胜，你跟天斗啊，你跟大自然去斗，变成了天灾人祸啊！破坏了自然生态环境，许多灾难出来了。人为什么会有这个妄念妄想呢？没有接受圣贤的教育，圣贤不会这样教你的。天灾人祸是自己惹来的啊，不是没有原因的啊。佛法讲得很深啊，一般人不太能接受啊。佛法讲水灾啊，洪水，水灾从哪里来的？贪心变现的。火灾，嗔恚心变现的；风灾，愚痴变现的；地震，傲慢不平变现的。
外面环境呢是随着心在转啊。佛家常讲境随心转啊，心是宇宙的主宰啊。啊，你心要善良，风调雨顺啊，国泰民安啊。啊，心里面充满了贪嗔痴慢，什么灾难都来了。怨天尤人，不知道这个业因是从自己不善念头行为上产生的，他不晓得啊，他把责任都推到外头，哦，这是自然灾害啊，这个不是人为的啊，自己造作这个业因，自己完全不负责任。这个道理深呐！啊，一般初学的人很难接受啊。啊，不知道，尽虚空变法界。啊，一切刹土众生。都是唯心所现，唯识所变，不知道这个原理啊，晓得这个原理啊，看看佛经上所讲的，你就会点头啊，你会认同啊，不知道事实真相啊。人伦的大道啊，是什么呢？啊，凡是讲大道，都是符合自然的秩序。啊，春夏秋冬，四时的运行是自然秩序啊。啊，人伦的自然秩序，父子、夫妇、兄弟、君臣、朋友，啊，这就讲人与人的关系。这个关系是自然的啊，不是哪一个人在设定的啊，哪一个人在规划的，不是，自自然然的，自然的就是道啊，遵守自然的法则，这就有德，这就是德啊，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啊，啊，君臣啊，君仁臣忠啊，朋友有信呐、啊，那就是德啊！啊，所以中国人讲啊，孝悌忠信啊，礼义廉耻，这是德。啊，这个八德有两种讲法，另外一个一种讲法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啊，都是古人所讲的八德了啊，道德简单的解释啊，古圣先贤没有不重视伦理道德的教育啊，中国人千万年来在这个世间没有被淘汰，没有被灭亡啊，什么原因呢？就是伦理道德的教育啊，最近这一个世纪啊，从五四运动以来打倒孔家店
古圣先贤的伦理道德教育，受了很大的伤害啊，但是他的根还在啊，毕竟他有几千年的根啊，一下想把这个根完全拔掉还不是容易事情啊，这个根本稍稍摧毁，灾难就现前啊。如果这个根本完全丢弃了，这个国家民族一定要遭受亡国灭种的惨祸啊。在东方，日本韩国都是接受中国文化了，都是以中国文化作为立国啊，化民的根本呐！啊，中国古圣先贤呢，常说的，以道治国，以德化民啊！啊，道是什么呢？五伦，以五伦治国，这个治理国家的纲领。以道德，以德教化老百姓啊，以无常拔德啊，无常是仁义礼智信啊，拔德刚才讲过了啊，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啊，或者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这是中国自古以来几千年了，历代的圣王啊，都是以这个为教化全国人民的根本呐。这受这种教育啊，这个里头决定没有竞争啊，竞争这种教育是从西方传来的啊，这个会带来灾难的啊。现在我看到这社会上许多小孩父母都叫他竞争啊，你要不好好的争，你将来好像就活不下去啊，生活不下去啊，这个观念错误啊，这个观念会带给世界很大的灾难啊。为什么呢？竞争提升就是斗争，斗争提升就是战争，战争提升就是毁灭，世界末日啊。现在不能打仗啊，啊，核武生化不得了啊，啊，会把整个地球毁灭掉啊！啊，那么中国古圣先贤的教育，你看伦理道德，和平的，人与人之间忍让啊，互助合作，决定没有竞争。汤恩比博士，我虽然没有跟他见过面，我佩服到五体投地啊，这是这个时代最伟大的了不起的伟人啊，历史会给他评论的啊，他有真正的智慧啊，有了不起的眼光啊，他看清楚了挽救世界的灾难
中国儒家的教学，啊，孔孟学说大乘佛法，别人见不到啊，他能见到这个大英雄啊。别人说不出的他能说出啊，别人做不到的他能做到啊，这一个时代的英雄豪杰啊，我们在这里看到佛知佛得了啊，佛的知圆满的，佛的得圆满的，啊，佛以什么教化一切众生？啊，根本教学的方针，三福啊，啊，净宗学会，夏莲居老居士提出的。我看到他这个名词很欢喜啊！啊，黄念祖老居士劝我，啊，在海外各地提倡成立净宗学会，所以我每在一个地方讲经，都提倡劝当地同修成立净宗学会呀，这么一个机构。啊，在美国、加拿大有十几个会员，啊，那么在台湾，啊，听说现在大概有30多个会，啊，马来西亚现在也有30多个净宗学会。啊，在澳洲现在有8个净宗学会，啊，每一个净宗学会都是独立的，啊，他们的行政独立、人事独立、财务独立，啊，没有管辖的，没有什么总会分会，诸位同修一定要知道，啊，但是呢，我们共同地方呢，都是依照五经一论来修学，五经里面呢都是依照夏莲居老居士的汇集本啊，所以现在在全世界净宗学会有100多个啊，欧洲也有啊，西班牙、法国、德国、英国都有啊，不过比较少就是了。那么在修学上面我们有联系啊，我们会互助合作啊，我们没有统辖啊，没不是一个庞大的组织，不是的，我们没有组织啊，完全呢是学习啊，真的是个学会夏老这个建议好啊，真正是符合佛法教学的理念与精神啊，佛法的教学重视现代化本土化啊，不要用寺院庵堂，用学会啊，学会现代化了啊，所以我们就信徒在一起共修，这个组织成学会啊，培养弘法护法人才啊，这个组织呢我们称学院啊，学院是专门培养弘法护法人才的啊，护法人才管理道场
这种知识。啊，弘法呢，那是讲教学、讲经、啊上课、传授这一套的技术。啊，我们没有组织，有组织就操心呐。啊，人就不能避免烦恼啊。啊，祖师大德常常教我们，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少一事不如无事。啊，不要给自己找烦恼。啊，这个是儒佛教学里头很重要的一个理念。啊，我们要全心全力帮助别人。啊，心地清净平等。啊，绝没有一个念头，我帮助你，你要怎样报答我，对我什么好处，没有。啊，这个念头绝对没有。没有任何条件呐。啊，你们找我去讲经啊，去说法啊，我只要有时间啊，没有拒绝的啊。但是现在啊，我是大印韩馆长，把这一部《华严经》讲圆满。我答应他的，我不能说话不算话了。这个经很大了，所以现在每一天讲4个小时，啊，而且讲经一定在摄影棚，啊，我们把这个录像录音保存下来，啊，提供给一般同学们做参考。韩馆长的愿望啊，啊，这个工作相当庞大，啊，我是预定5年，啊，5年呢，我这3年，啊，就是今年，啊，2002年、2003、2004华严圆满，啊，2005年呢，啊，我用6个月的时间讲一部《法华经》，啊，6个月的时间讲一部《楞严经》，啊，再1年呢，我把《净土五经一论》讲一遍，那我就80岁了，啊，所以这个5年，啊，我在80岁以前这个5年，你们都不要找我去讲经，我没有时间。啊，我这些课程一定要把它完成。你们要找我说，我80岁之后，啊，我把这个工作完成了，啊，我就没事了。你们找我讲经可以了，啊，我就可以到处云游了，啊，这个5年当中，决定在摄影棚当中。啊，大家听了，啊，也不要打妄想。哎呦，法师在摄影棚里讲经，那我这里也建个摄影棚，你可以到我这儿来吗？这样子是，你一定是让我很辛苦、很劳累。啊，我要到处去走动，不是好事情。啊，你们如果真正尊重我、爱护我，一定要给我有清净的环境。啊，我现在建摄影棚只有3个地方，啊，香港、新加坡、澳洲。啊，澳洲的摄影棚建的是正规的，啊，因为是我们自己的土地，啊，设计这个摄影棚建造的，所以这房子很高。啊，空间很大，啊，那么新加坡跟香港呢，
都受到这个房子的限制，啊，我们买的是楼房，啊，受这个房子的限制，啊，所以建设也算是可以用了，啊，反正我们不是表演，是讲学，啊，可以用了，啊，其他地方同学，纵然你建了更好的摄影棚，我也不会去。为什么呢？身体受不了啊！啊，何况我还要去照顾澳洲的金钟学院啊，金钟学院我要不照顾，很难成就啊！啊，这一点，为了佛法集齐人才来着想，同学们应当要帮助。啊，不能让我到处乱跑，啊，不能让我耽误时间，啊，消耗体力，啊，都不可以，啊，所以这是我向同学们说明的，啊，大家要了解，啊，网络我们会改进，啊，我们在正在研究加强这个宽频。一定啊，让大家都能够收看啊，影像、音声啊，都能达到满意。啊，我们在努力啊改进。好，谢谢大家啊，今天时间到了。